播 MV 的时候，会不会也是一边声道没声音，或是会怎么样？不知道。现在这是刚刚是什么意思？我其实不太懂。好。好，我们刚刚现场唱了三小段。你说唱刚刚？三小段。对，我们这个好。那个，我们先感谢一下刚刚 Larry 为我们做的那个双簧哦，那应该叫什么？单簧。然后刚刚这个哦，然后 Doris 来了，大家都看得出来。然后那个，其实我先爆一个料好了，昨天爆过了，大家有看到台中有人贴吗？没有，有没有？其实不是只有我打人而已啦。我打的那个人，他至少他虽然整个凹成一脸歪掉，他那个朋友，但是其实小黑有把人家打流血，小黑打的那个对方那个比较惨，他有流血，请你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把人家打成这样吧？就是酒瓶砸下去的时候方向错了，所以我本来是要打外侧，就是从内侧打进去，所以他的那个。糖那个碎玻璃糖喷出来的时候，直接他把脸划破的。对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只是喝醉了而已。对，那个那这次 MV 其实真的拍的还蛮危险的啦，蛮多地方。刚刚可能有看到 Doris 从楼梯上，他其实在楼梯那边的时候也不小心跌下来，然后很多地方。然后你有大家有看到有这个把这个武行啊。打到不是五行啊，五行打出去，然后要飞下去这种，所以有一点点危险这样。OK 吗？可以的话，再跳。这个钢也放出来。结果有，好，大家看。那这个前面到现在 ，Doris 刚到，他都没有讲话，我们请他报告一下那个香港是什么意思，好吧？欢迎 Doris。啊。哦。对，先跟各位抱歉，因为今天飞机 delay， 所以就有点迟到，这样真的不好意思。那我接下来坐着讲好了。昨天在香港，好像我听他们讲说，那个是香港成品第一次就是办像这种艺人的那种签名会，然后昨天大概来了大概有300多人这样，然后成品好像还蛮高兴的这样，然后。然后好像有一些台湾，然后去那边工作的，然后也是闪灵乐迷的也有去，所以就会觉得还蛮亲切这样。然后购票的状况很热烈，然后我们都还蛮开心的。只是昨天的那个访问，就是一到了，因为一早飞机一到了以后就开始是访问，然后几乎中间没有休息，然后吃饭都是吃便当。然后出去逛什么机会是完全没有，然后签名会完了以后，一直到半夜3点吧，有另外两个访问还有拍照，然后就觉得一整个好累，然后早上7点又要爬起来赶飞机，结果飞机又给我 delay， 气死我。然后总之这一趟是蛮值得，蛮有收获的，对啊，可是也很累。再次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。好，听说现在这个我们查出原因了，刚才那个是线有问题，所以有些人讲话的时候就改成由那个玛丽来讲。那我们现在播 MV 的话，会用麦克风的方法把声音播出来，所以音质可能会不太好，但是明天我们就会上线，大家一定要上线看这个。正式版的，然后记得要分享给超多，每一个人都要分享，今天有来的每一个人都要分享，然后而且自己的家人全部都要请他们分享。然后等一下如果又发生这个声音不是很好的状况，我们会请 Larry 用唱的。我没有办法一次唱那么多乐器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破夜展的正式的 MV， 然后后面是要 QA 对不对？我们后面才聊天嘛，对不对？好 ，OK。